湖南卫视中秋之夜官博在网上官宣，之前在热播剧《延禧攻略》里饰演西塔拉尔晴的苏欣加盟此次中秋之夜。此前早官宣在剧中饰演贤妃的佘诗曼加盟，两位会否合作形式表演，真是引爆粉丝剧迷们的期待值呀。除此之外，马可、郁可唯、胡夏、张碧晨也都一一官宣加盟中秋之夜。据悉，2018湖南卫视中秋之夜将在承载着古老物质文化文明的潼关窑古镇举行，实力唱将搭配古风韵味的中秋晚会，必须约起来呀。芒果拉新闻，9月24号晚19:30，湖南卫视中秋之夜网上看就在芒果 TV 哟。报道。